近期随浪姐播出，吴倩前夫张雨健再被扒出曾经立单身人设，被网友吐槽没担当。两人当初因戏生情领婚生子，网友吐槽张雨健口碑很差，各种行为都很下头。22年情人节两人官宣离婚，全网都在祝贺吴倩脱离苦海，支持美女导事业。据圈内人爆料，张雨健离婚后找他演戏的都是渣男角色，和他喜欢的完美男主相差甚远。为了减少节目开播后的影响，张雨健近期在联系吴倩团队打感情牌，请求吴倩放他一马。要是搁以前，吴倩指不定会对他心软，但自从张雨健在网上多次不承认吴倩妻子身份，暗戳戳的怪他没照顾女儿之后，吴倩就彻底认清了张雨健的本质。你对此觉得怎么样呢？